我们导演看上你了，拍电影女一号。你是想让那个富二代投资？本色出演，多没意思。果园、牧场、别墅区，还有私人飞机和小岛，全包了！哇！Yeah! 我还没上车呢，我们车在这儿呢。咱们得铲除异己，只要我们顺着灵犀，怎么都好办。我靠！碰见就让出血，还能让那穷小子得逞吗？去美国横店拿个奥斯卡回来，潜规则也轮不着你。我想静静，能没静静？不是跟二代宝吗？来干我！干你！想得美，这姑娘挺不错的。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？是你啊，看来这灵犀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。我不欠你的，也没招惹过你。没想到你用这种方式送我。我没想送你。明天就开机。